伊伫向三重杯软实网球锦标赛，今年卖伫第45届，一连四天的比赛，近百个队伍千外名选手参加，场面是相当热烈。大会嘛准备免费中道场提供选手来享用，伊伫乡长嘛大力推销伊伫乡的三宝甲精品咖啡，不但推广软实网球运动，嘛带动日月潭观光旅游。民国56年创办的溪地乡三重杯软实网球锦标赛，延续至今已经举办第45届，成为溪地乡推广软实网球的全国性的运动。主办单位邀请来宾进行开球的仪式。第45届吼，咱溪地乡三重杯的这个比赛吼，伫咧连续4天的时间，伫咱今仔日办理吼。这次呢，将近有100队的这个队伍吼来参加吼。尤其呢，这个较特别的吼，除了讲咱的真强的队伍以外，咱中华队的队员吼，嘛来拢来参与这次的比赛吼。这次的比赛可以讲是咱精彩可及吼。中华队的球员，男子、女子共同来参与。喜爱网球的好朋友，嘛欢迎就讲吼来咱溪地乡网球场吼。看到上精彩的这个网球的这个比赛表演，参加的对象为国小、国中，一直到社会组、中青组。虽然外县市的队伍路途非常的遥远，但是每年拢来参加比赛。哇，咱这做来这，大家拢做来。你爱拍这款网球无？捌，我真爱拍。拍几年啊？我做几年啊？来参加几年啊？4-5年啊。4-5年啊，感觉来这拍球的感觉。很有意思，亲切，亲切的，亲切，非常非常的温暖啊！嘿，因的人嘛，足亲切。刚来，当年拢想要来，当年拢等待着要来打这场球。所以哈，自从开始打这个软式网球，然后一起参加这个三张杯哈，一起跟水柳球友参加三张杯。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，那在这10年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，认识了来自各县市的很多球友啊。虽然遇到这些朋友，不晓得他的大名贵，不晓得他的贵姓大名，但是就总是嗨，你冇来哦，这一句话就感觉很温馨。一连4天的比赛，参赛选手拢是以球会友，嘛提供学生选手磨练比赛经验，推广正当的休闲运动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